即部汉里不落难哦，即雨有较冷雨啊，是无啥落雨啊。不过空气的品质是愈来愈歹啊哦，要提醒大家爱注意，因为即部汉里哦有炸到即垃圾空气来。今日开始到29号，空气的品质拢无好，较敏感的族群，亲像即老大人，也是囡仔爱避免伫咧外口做剧烈的运动，一定爱戴嘴安。卫生这环保署是表示讲哦，未来这两三天，咱台湾空气的品质哦，明显拢真歹，拢真无好。因为啊，这中国东华岸北部到南部的工业污染对着冷空气，即马传到咱台湾。雪佛威力 PM2.5 哦，浓度有较悬。目前咱全台湾即马测量出来，大部分所在空气污染的指标拢已经达到不良。另外，因为这地表的风速有增强，所以云林、嘉义、台南遮以及台东地区可能也会出现这风飞沙的现象，所以提醒民众爱避免去外口运动。